我准备了这个。哇，amazing！ 就是我想问，就是你有自己特别想有的曲风吗？我选弹钢琴。那我咋办呢？我就在弹这个。就是躲开。好诡异啊！喂，有没有可能你第一个 person 改成说唱？他是一个 rapper， 然后我是一个 vocal， 我要说 rap， 我逼迫他跟我一起唱歌，这应该会是一个双方的突破。陈一诺刚刚突然 rap 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六个世界观应该都被吓到了，惊呆了我。好甜啊！我登高，他望远，大家把赞点一点。现在请为潘红一诺点赞。